中国女足 VS 泰国首发，今年第四次 PK 对手取胜夺冠，贾家军大轮换北京时间10月8日，在永川四国赛最后一轮比赛中，中国女足迎战泰国女足。赛前双方首发阵容出炉， CCTV 5加视频直播，今日头条图文直播。比赛19-35开球，中国女足前两轮比赛0-0和葡萄牙战平，2-1逆转战胜了芬兰。与泰国女足的比赛，中国队取胜将夺冠，葡萄牙和芬兰已经结束了三轮较量，葡萄牙1胜2平，芬兰的成绩则是1胜1平1负。中国女足与泰国女足近来交手次数极多，刚刚过去的亚运会，中国女足曾经以5-0的比分大胜，今年的亚洲杯小组赛和淘汰赛，中国女足则是4-0和3-1战胜泰国。中国女足首发阵容门将29徐欢，后卫2韩鹏，3黄怡米，24何为，35王小雪，中场9任贵信，15肖玉仪，17古雅莎，27徐展，前锋10李颖，11王珊珊替补，4楼佳慧，5吴海燕，8李佳悦，12彭诗梦，15杨丽娜，20张瑞，21刘慧婷，23谢奇文，28杨曼，31金坤，33刘珊珊，39龙晨。